啊，这个邓丽君啊，我感觉好像不是我这个年代的歌手啊，个人可能了解的不是那么多。那么今天能不能按照这个邓丽君的方式，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啊？这个歌曲你可以自己选，你觉得哪首歌觉得好一点啊？那我唱邓丽君的歌曲吧，有吗？邓丽君的歌曲啊，好像没有。邓丽君的歌曲在现场就是没有特意的准备，那清唱几句也可以那我对我清唱几句，模仿一下她的声音。来。然后他就是特色哪一呢，就首？是咬字比较清晰，他对，最主要的就还有是，尾音，对，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或许遇上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天哪，大概就是这样。